今天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最近我在使用 Pocket 3拍摄城市夜景的时候的一些小发现吧，也可以说是小技巧，总之就是关于相机设置如何拍好城市夜景的方式方法。冬天的纽约最迷人了，因为游客全都消失了，哈哈，我终于可以独享纽约的风景了。我在平时拍摄的时候，其实大多数时间都习惯使用手动白平衡，因为像这种天气变化很快，有时候是阴影，有时候是太阳直射的环境下呢，这个相机的白平衡它会随着我们转动角度就变化了。但是我发现在拍摄夜景的时候，手动白平衡也没什么不好，确实是一个正确的拍摄方法，但是我经常忘了把它给调回来。也就是说在这个环境下，这个白平衡可能是4200，到了另外一个场景我忘了调的话，哎呀，整个的画面就完了，全都是红红的，后期怎么拉都拉不回来。所以我发现在夜景的拍摄时候呢，其实 Pocket 3的自动白平衡还是比较可信的。由于夜晚其实大多数都是人造光源所造成的这样的一个环境的效果，所以使用自动白平衡呢，可以根据我们不同的拍摄场景来自动的变化，让我省了不少的事儿啊。我发现自动 ISO 仍然是非常好使的一个设置。还记得前两期我分享的，在拍照片的时候咱们可以使用自动 ISO， 实际上拍摄视频的时候我发现自动 ISO 也超级的好用。像我在这个相机里边，我会使用它这个最小一直到最大3200的自动 ISO， 我发现夜晚还是比较够用的。都虽然我们选择了自动 ISO， 可以在屏幕的右上角我们仍然可以看到现在当前使用的 ISO 是多少，所以如果遇到这个场景它自动判断的 ISO 并不是很准确，或者说我们有意愿想要让它报成另外一个样子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根据它给我们的这个 ISO 的提示，然后手动的拖到一个我们自己想要的 ISO 数值，这样的操作呢更快捷的方便。虽然平时我习惯了使用手动曝光来拍摄所有的视频，但我发现在 Pocket 3上边其实还有更方便快捷的操作方法，那就是它的曝光补偿。但是要注意的是，如果想使用这个曝光补偿功能，是需要激活自动 ISO 才能打开的。像白天我其实一般会使用它的-0.3或者是-0.7，我觉得效果要更好。虽然这一代三代它在自动曝光的处理上以及它的这个宽容度方面都要比之前要优秀了很多，但是我认为呢，有一些在拍摄场景不是拍摄我自己的时候，像我现在拍摄我自己的时候也是-0.3到0.7，让天空呢不会曝得非常的夸张，让整体呢压暗一点，我发现它的效果呢要更自然一点。但是夜晚的时候我发现需要压暗很多高光，因为街头的灯光车灯其实都是非常非常亮的，在后期的时候我发现这些高光怎么都压不下来，但是阴影呢反而其实它的宽容度不错，可以提高一点点。那么因此呢，我尝试将整体的曝光压暗到-1档来拍摄夜景，那么在后期的时候呢，相应的把暗部的阴影曝光呢稍微的往上拉一点，来平衡一下这个高光和阴影的曝光。那么拍出来的效果呢，我发现会比我之前用-0.3或者-0.7甚至是自动曝光的时候，在高光位置看上去呢要稍微的舒服一点。随着 Pocket 3一起还推出了这么一个美颜柔光镜，之前我在给大家介绍产品的时候呢也说过，这个柔光镜主要是为了让皮肤看上去更柔和。哎，我发现夜晚的时候使这个效果相当的好，它可以把高光那种特别硬的小硬刺的那些效果呢直接把它软化成一个小光团。哎，我还挺喜欢这种感觉的，有一点雾蒙蒙的感觉，整体的这个视觉效果呢要比这种直接从相机里边拍出来的那个效果呢要更柔一点，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喜欢这个效果呢。总之如果大家买了这个美颜柔光镜，那么在夜晚拍摄的时候也拿出来试一试，看看那个效果怎么样。如果用这个 Pocket 3拍我自己的话，我肯定是用持续对焦的这个功能，但是如果只是拍摄景的话，并且没有什么动作，就是把相机放在那儿单一拍一个景，特别是在街边前面不停有人和车走过的时候，那么我会使用
单次对焦模式。我发现如果它太过于灵敏的话，那么每一次有车在前面路过的时候，它就可能会出现那种呼吸的效果，那么这个片子看上去可就不咋好看了。所以如果使用单次对焦的话，我们先把这个对焦点锁定在我们想拍的这个环境上，然后再改变构图放到任何位置，那么它就会一直对焦在我们想要对焦的那个范围内了。那我现在呢就使用的是负一的曝光补偿，你看一下啊，这个左上角负一，然后我的自动 ISO 50-3200，然后自动的白平衡，我也可以把它切换成手动的。在自动的情况下它会一直变，那我就放在我想要的构图上，然后点一下 M， 它就会定在4600，这样我变换我的这个构图的话它也不会改变白平衡。然后中间这个是它的对焦点，我现在对焦点呢选择的是单次对焦，那我把它就对焦在这上面。然后首先呢先对焦在这个树上，开机，这样对焦点就锁定了。然后我移动我的这个画面，再拍的话还是先定上对焦点，然后开机，开始运镜。就总之单次对焦点就是上来先构最终的图，然后构完之后我们再运镜，看这样它也没有改变对焦点，然后我们运镜。在夜晚拍摄这些彩灯的时候，有可能会出现这种频闪，看这个星星跟圣诞树是不是一闪一闪的，这个时候换个帧数30帧可能就会好，看这个闪闪的就消失了。所以遇到这种频闪大家记得切换一下不同的帧率就可以搞定它了。以上这几点呢就是我最近在使用 Pocket 3拍摄城市夜景的时候发现的一些小秘诀吧，希望大家在平时拍摄的时候也可以获得一个更好的效果。我希望自己不是那种只给大家分享新产品的博主，而是还会给大家分享这些产品在平时都是怎样使用的，我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发现的一些小技巧小秘籍，希望大家用它也能够拍出更好的视频和照片，那这就是我一个很大的心愿了。说实话，我平时购买新产品的频率并不是非常的高，只要大家在这个频道当中看到的设备，那么说明这个设备就是我平时会真真正正使用的，所以在这里边呢也分享给大家该如何用好他们的一些小技巧小秘诀，希望大家喜欢。广角定的效果呢，我觉得在夜景的时候会变得尤为的明显，特别的不好，画质下降非常的厉害，特别是四角边缘，并且曝光还会有那么一点亮，所以在夜景拍摄的时候呢不推荐大家使用广角镜。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我是艾迪，欢迎关注我的频道，咱们一起玩摄影。我感觉今天我这个造型可能缺一个墨镜和一个花盆，是不是？大家脑补一下那个画面吧。我继续去拍夜景了，拜拜。